不过我是真没想到，你会撤到广西罗城的迁。广西罗城怎么了？在吏部撤迁的时候，区一鼎不是说了吗？这广西罗城啊，是今年补缺任职最不好的地方。最不好的地方又怎么样？迁是自己撤的，难道还能拒任不就？不就是个燕帐之地吗？哪儿的人能活啊，参就能活。更何况。 咱又不是什么官宦子弟，更不是什么娇贵之身，害怕去他个广西罗城。咱去哪儿都不怕。我找皇上有事要说。有什么事，等讲完课再说。这是吏部报到内阁今年全学官缺的省份名册。 这已经讲了，有什么事等讲完课再说。什么等讲完课再说？我已经定了，拿过来就是让你看一眼。快看，看过之后，今天就批红，发回到吏部去。 吾皇躬行休息，去朝中能人贤士树谋，隆恩之事，以培人才，以供乡树，勿培本朝中流。时至吉时，开撤迁，按休大计。置身之时，自亦以正回血，屈必不可。何其班次，书签弥封，令应选人。 谢万岁！万万岁！万万岁！起来吧。既然屈大人，是啊，徐一鼎大人怎么会在这里？迁地的时候被降级调任了，看来是调到吏部当差了。诸位学子。 凡属文进士、文举人、恩贡生、拔贡生、恩监生、副贡生、印生，都到正途案前撤迁。凡属捐纳、吏员考职、生员、郡秀，都到杂途案前撤迁。好，开始撤迁。 赵广运，任昌庆。今儿真没想到，我们这些扶王共生跟进士和举人同等待遇。是啊，于老爷，咱们可都是正途。于成龙。 于成龙，屈大人，愿于大人撤个好迁。谢屈大人。成龙啊，我帮你看一看。 广西罗城燕帐之地，是今年全选补缺最差的地方。你任重道远，谢屈大人。
张吉仁，有。吴大勇，取九万。广西柳城。柳城怎么了？比于成龙的罗城强多了。好好做官。江兄，不错。哎，江龙兄。这到哪儿了？我广西罗城。不相信。吉仁，你呢？福建福州府。好地方，那儿有海啊。我恨不得现在就去看看大海。于成龙，你是于成龙？正是。你可是要去广西的罗城？是的。我去柳城，就在你隔壁。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在下曲九万，山西永宁人，咱俩是老乡。你也是永宁人哦，那真是太巧了啊！幸会啊！来卜村张吉仁，幸会，幸会，幸会！曲一鼎，曲大人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啊，那是我爹。啊。小梁，这次出去啊，跟以往不同啊，你成家了，是有家室的人了。没事，回来看看啊。放心吧，我一有时间就回来看你。不用看我，叔叔我身子骨硬硬朗朗的，是看玉兰。先生，我没事的。玉兰，你不能什么事儿都老让着他，他是出去跟人学做生意，又不是读书，又不是做官，有空闲那就得常回来。我知道了，先生。哎，你怎么还叫先生啊？应该叫叔叔了。叫习惯了，多生分啊！你现在是邢家的媳妇儿了。哎呀呀，行了行了，家良，不就个称呼吗？在这方面啊，别苛求玉兰啊，她想叫什么就叫什么，叫先生，我听着还挺顺耳呢。行吧，我去看看我姐就该走了。去吧。那我们走了，先生。哎。哎哎，这边。我要去福建福州府的经历司做经历，而你呢，要去广西罗城做知县。成龙兄，你说我们就这样真的当了官了？那可不，这可都是响当当的正七品。不过我是真没想到你会撤到广西罗城的钱。广西罗城怎么了？在吏部撤迁的时候，曲一鼎不是说了吗？这广西罗城啊，是今年补缺任职最不好的地方。最不好的地方又怎么样？迁是自己撤的，难道还能拒任不救？不就是个烟瘴之地吗？那儿的人能活啊，咱就能活。更何况咱又不是什么官宦子弟，更不是什么娇贵之身，还怕去他个广西罗城？咱去哪儿都不怕。
你那么看着我，是不相信我说的话？不是不信，是觉得你于成龙啊，无论面对什么情况、什么困难，总是能够比别人要看得开。哎，你以为我不想去好地方，那是没办法，什么想得开想不开的。换了，你去广西罗城，我去福建福州。换了。如果真能就这么换了的话，成龙兄，你以为我张吉仁会不肯与你交换吗？在川口村，在来浦村，在永宁书院，你我晋阳是最好的朋友。其实我现在的心情，就和那天晋阳兄来送你我赴京是一样的。眼下，我们总算是步入了仕途，求得了一官半职。但是我们三个人从此也就要天各一方了。哎，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别跟柳金阳似的啊，都弄成生离死别了，不至于啊。于成龙，你也不用在这跟我装汉子。我现在倒是想看看，过几天啊，你跟柳晋阳是怎么分开的？到时候他要不哭得死去活来才怪呢。哎，其实想一想，你我就要出师做官了，可晋阳兄呢，却还要留在村里头，这是个啥心情啊？晋阳已经想不开了，你就别有事没事的再招惹他。我招惹他？他用得着我招惹吗？哎，你看着吧。这些日子，他一定是日日守在捕门下，等着我们，盼着我们呢。这你倒是可能猜对了。走。